好，谢谢主席，各位大家早安。我的提案啊，在这是要想要对针对公路法第65条的修正啊，其原因也很简单啊，就是外国人啊，我们的台湾这些年来，我们的观光业还蛮发达哈、啊，外国人或者是法人来台湾呢、啊、玩啊，或者是法人租车，发生的意外哈、啊。那这些人呢，又没有在台湾有固定涉及啊，接他们离境以后啊，接洽也很不方便，因此呢，造成很多方面的困扰哈、啊。因此，我建议啊，针对外国人及法人的部分呢、啊，就是租车必须从源头开始啊，就必须得投保第三责任险哈、啊，这样子对啊，我们国人呢、啊、被受害的人有所保障哈、啊。我的意见呢、啊、非常的简单啊，也恭请呢、啊、这个。大家支持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